在。通往悲伤的走廊，你不小心滑倒，我让你轻轻摔，你会不会感谢我？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，我是你的家人，但是没有存在感。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，你躲起来，我躲起来。在通往厕所的路上，你不带卫生纸，我帮你飘进来，我们是最佳拍档。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，我是你的家人，但是没有存在感。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，你躲起来，我躲起来、yeah、可否帮我告诉你的室友和老板，我会让你顺利加薪，甚至变好起来。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、no、我躲起来、yeah、谁能不想谈到我，人们也不想看到我，我曾经也是人们。我喜欢靠近人们，我喜欢抱住人们，希望人们喜欢我。一起玩、oh, 我躲起来、yeah